我同一啲可能係三面口啲朋友介紹我哋自己啊。我哋個隊好簡單嘅，個名就叫做 Maria and Sunny。咁唔使介紹邊個係 Maria 或者邊個係 Sunny， 可以分得到應該嗬。即係佢就叫 Maria， 我就叫 Sunny。咁咧，我哋有啲卡片嘅，我哋有 Facebook， 咁即係因為你都可以。如果入到 Facebook 咧，又可以篤到佢阿彪哥啲片咁樣咧，即係我哋啲片有現場直播啦，咁同埋翻到阿彪哥又剪輯咧，就分即係將啲歌就推出嚟，即係兩隻或者三隻或者一隻咁樣樣，咁咧就即係剪輯過又執過啲色，又執過啲咩嘅，咁就可以重温啦。同埋 Facebook 咧，同埋 YouTube 裏邊咧都可以好有好多好有心、真真正中意音樂嘅人喺度，可以大家。討論咁樣變成一個即係真係一個音樂分享嘅平台咯，咁所以呢樣都幾開心，大家可以去上網睇下我哋咁樣。你有啊？我冇啊。哦，而家啊？哦 ，OK。唔使轉 key。更厲害啊！我唱咗一首先。好厲害啊！哦。好，多謝點唱。女小姐點嘅，點咩搖手？老大，咁啊，女小姐，哎呀，好啊，一齊玩啊！你點你玩埋啦，因為我要揾歌詞。Thank you.
你的朋友，你的車隊朋友都是玩吉他，他咩？不是你咩？你頭先好，哦，係啊，扮得好似。係咪風的季節啊？係啊，琴日唱咗，今日未唱過。係啊，琴日食咗飯，今日未食飯。唱得好啊！你可以比較一下個吉他咯，又都有個好處，聽一下兩個唔同吉他嘅效果。